朵借我。马世芳制作主持。
回往花莲的火车，开往花莲的火车。好，来自创作歌手张雅纯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住在一个岛上》。欢迎收听 FM96.3 阿里昂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邀请到张雅纯还有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柯志豪小豪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光临。哇我感觉到小豪已经很久很久以来都睡眠不足了。对，对不起。会不会要欢迎雅纯哦？你好。是雅纯跟小豪认识已经哇 七八年了吧？啊、哦，对对，他看我长大的，看着你长大的。哦，就是当初雅纯跟小豪认识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就很久以前，然后我 那时候刚开始表演这样子，然后小豪老师本来是有个传统音乐的案子，对，然后刚好我们就有人介绍就认识，但后来大家就是弄着弄着就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弄着弄着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这听起来完全就是柯志豪会做的事情。啊、真的吗？对对，你最擅长，我其实忘记这一段了。你反正你最擅长弄着弄着做出不一样的东西。认识了柯志豪，应该对一个创作歌手来说会是改变人生的过程。要是你继续跟他搅和下去，而没有被他吓跑的话，对对对，好，我们从刚才这首歌开始说起啊，开往花莲的火车，这首歌也收录在之前南面儿歌的那张合集啊，也是一首写得非常动人的那个画面非常细腻的一首叙事诗吧。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首歌是因为我有一阵子很常搭火车去东部演出啊，或者找朋友这样。然后那这首歌就是有一次我搭火车，然后是蛮晚上的火车夜班的这样子。然后就从台北要去花莲。经过苏澳的时候，那时候就很晚了，还下雨。然后就看到一个爸爸就穿着皮衣啊，然后抱着一个小孩就是睡着了。他就上车，然后我就很好奇看他们两个怎么会这么晚上车啊这样。然后爸爸坐下之后，旁边的人就在跟他聊天呐、就说你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这样子。然后爸爸就说、他是要带小孩去找小孩的妈妈。平常是分开，那因为他平常做工捕鱼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是。哦，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故事是这么来的。是。这首歌在柯志豪的编曲之下，他就有了一个非常温柔的音场，好像一方面会感觉到对火车是很温柔在摇啊摇，一方面好像看到窗户外面的海水在摇啊摇。对啊，小豪，你听到这首歌最早长成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最早因为雅纯是用乐琴嘛，所以他最早的样子是非常非常素雅啊、就是有乐琴，你知道乐琴是连和弦都很少，对，然后。主要是故事性啦，我觉得就是会让我很多画面的想象，其实就是他的故事内容那样子。不然原本的真的是就是只有两条线的想象那样子。对，乐琴是雅纯的音乐人生的关键词。我想今天很多听众朋友打开收音机第一次听到张雅纯这个名字，我们今天就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位创作歌手。关于他的人生，关于他的音乐历程啊，关于他的这个认识柯志豪之后又怎么样被运气好，对，才有办法打造出这么特别的作品啊。好，雅纯是哪里人？我是台北人。然后我想你应该回答过无数次这样的问题，依旧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老灵魂，为什么会跑去学乐琴，为什么会开始对这些老的音乐感兴趣，blah blah。我想这个应该都跟你的成长经验有很深的关系。对，还是有关系的。是。对，因为最近常被问之后，我也常在回想，然后有时候也会去问我爸妈以前成长的过程啊之类的。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就是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都是晚生，然后对，然后我妈还是很喜欢看歌仔戏啊，然后我爸就是很喜欢听日本歌。你小时候住在哪里？也是住在台北，台北人，台北的哪一区？小时候住光复北路那边啦，然后后来才搬到新庄。但我爸妈，我妈妈是清水人。清水就廖天丁的故乡啦。对，然后我爸是。
我爸祖籍是来自那个曲尺，就是乌来那边。乌来那边，对 对, 对。哦，曲尺我知道，听过这个地方，是。对对、嗯。然后我最近就是听我爸说，就是他以前，就是我祖父啊，我们都住在，他们就住在曲尺那边，然后后来淹水，房子被冲走、嗯，他们才搬到台北这样子。哦，是这样子。对对、哦。然后因为搬到台北之后，他们就开始做火车的工作。是是。那所以我很多歌都跟火车有点关系。是我听你在流氓阿德节目有聊到，就是爷爷那个时候是有在火车上面铲那个煤的燃料，对，铲到那个火车头的锅炉里面去。对对，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祖父也是在做，就是火车驾驶员这样子。嗯，对，哇，那是什么年代的事情？那就是刚日治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哦，1930年代、40年代。对对，嗯 嗯, 對嗯。然后他们就说我祖父就是住在火车附近的日本人留下来的房子啊。嗯嗯，对，然后后来。后来因为在那个铁路局工作，然后铁路局就问说，哎、是不是可以，需不需要我们给你宿舍啊？哦、然后祖父就说，哎，不用啊，因为我有日本人给的房子。哦，然后那铁路局就说，那不然我可以帮你们缴税，这样算是优待。嗯、OK OK。对，然后结果缴一缴就发现房子就变成铁路局的。哎呀，这故事为什么听起来很熟悉呢？突然想到，是讲得太远了。不会不会不会，我跟你讲，这故事真的。我爷爷在青田街的那个老房子，青田七六，你知道吗？青田七六当初也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爷爷当年还很得意，说：“哎呀，我把房子过户给台大，他帮我们缴房屋税，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同一个故事，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是不是同一个模式，对不对？同一个模式嘛，对，我。哎，我爷爷就是没这个头脑了，他学术上很厉害，但是这方面真的不行。哦、我懂了。对，不知道是，所以听起来是那个年代，对，就是公家机关常用这一招，对对，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而且搞不好当时你爷爷觉得蛮划算的，对对，是吧？对，然后还想说，如果没这样的话，搞不好我们是有钱人。啊，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对，所以爷爷在铁路局工作，一直到退休。对 对, 對、嗯，然后后来。可能是因为我爸也是很喜欢火车、哦、然后又喜欢唱日本歌啊什么的、嗯、然后我妈又喜欢听歌仔戏、嗯、所以我以前对台语的歌谣都一直很有兴趣。嗯，所以小时候在家里面听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是放录音带吗？嗯，对，那时候录音带，然后也有那种广播电台，我爸可以 call in 去唱啊，就是啊，对对对，很多节目是可以 call in 唱歌的，没错没错，嗯，对对，所以爸爸都最喜欢唱谁的歌？他喜欢唱，其实都是日本歌比较多，演歌那类的。演歌，对对对，19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是演歌的全盛期嘛？是，嗯，对对，然后。对对，然后后来，嗯，我那时候就是喜欢唱啊，这样也没有想说去学音乐之类的。哦，是后来出社会之后想说，哎，我可以，想要学个乐器啊，这样就可以边弹边唱。一般人不会说出社会之后想要学个乐器，这应该有一些什么故事吧？对，就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比较升学主义嘛，想要学才艺。可能也要透过爸妈，嗯嗯，对，然后后来出社会想说，哎、那我有赚钱就可以学才艺哦，就是要一元以前一直没有办法满足的梦想，对 对, 对，因为之前都忙着念书考试，对对，哦、你本科是念什么？念电影，电影，对对，哦。对，然后后来但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学吉他，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觉得可以学吉他。但那时候想要跟大家不一样，想说往那种比较民俗、民族的感觉去。是，对对。然后后来就接触乐器，是这样子去学的乐器。对，但是等一下，我觉得中间有很多的段落要补起来，这个过程。好，爸爸小时候喜欢听演歌，唱日本演歌。对，他的偶像是，比方说。深井一吗？深井一，对 对, 對，深井一他有喜欢，哦哦哦，然后美空云雀嘛，对，但那时候还有喜欢一个台湾的，那叫什么名字？哦哦，就是以前台湾早期也是文夏、洪一峰啊，对，就那个时候最红的吧，对对对，好 ，anyway， 好，就是演歌脉络的演歌脉络的台湾歌谣是。跟乐琴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哦。对，没事，应该不会在家里听到陈达的录音啊。对 对, 對，以前真的是没有。對對，嗯，所以为什么是乐琴呢、以前其实真的没有透过我爸妈听到那些陈达那种的，对、不叫是我
小时候就自己想说，哎，原来好像台湾有很多民谣，对对，然后我就自己去查资料，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很多老师整理出来嘛。对对对，你小时候为什么没事去查台湾民谣的资料？我小时候就有点奇怪，对，因为你的同学应该都没有在听这些东西吧？对对，那时候同学都在听什么？就是一些像郭富城之类的、啊，是这才正常嘛？郭富城对啊，郭富城大对。对啊，现在有时候遇到小学同学，他们就说你现在跟以前的路线是一样的、欸。就同学都在听郭富城的时候，张雅纯在查台湾民谣的资料。对 对, 對，这小孩太奇怪了，我就很边缘、欸。啊，那是什么事情会去让你点燃这方面的好奇呢？也要归功于那时候开始有乡土教育啊，然后他会教一些民谣啊。哦、然后我发现说，哎、欸，我爸妈有时候也会讲一些，什么打口袋啊、擦骨彩什么的。哦，是是是，对对 对, 對, 對, 對、嗯。然后我就发现，哎、欸，很有趣啊，而且同学都没有在做，那我要来就认识这样子。哦，对，所以才会去查，然后学唱这样子。对 对, 對。哦，可见乡土教育的教材确实是有发挥一些效用的，确实确实有勾起小朋友的好奇。对 对, 對，希望他们不要太边缘。哦，加油。至少当年有一个叫张雅纯的小朋友就被这个教材燃起了好奇。对 对, 對、哦、那时候我就最喜欢就是那个 Yogina 瓜，就是吕泉生的。哦， Yogina 瓜，是是是，对，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说我也来做一首属于我的摇篮曲，所以才有这个开往花莲的火车。 哦,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对 对, 對。哦，所以我们在现在还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张雅纯自己重新演唱这首《Yogina 瓜》哦。我们干脆也来听一下哦，这个你有放在你的 FB 上面吗？对不对？对。嗯，好。这是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啊。嗯。伊那伊小，一米大一笑，摇架里落山，雨架金金看，你是我心肝，行日受风寒。在过去的这大半个世纪里面，有无数的台湾的母亲就在抱着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唱过这首曲子哦。然后雅纯刚才这个版本，这应该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录下来的。对，就用手机录下来的一个清唱。对，嗯，你刚刚说这是你那个时候查了很多关于台湾歌谣的历史的资料，自己特别感动的歌。对，那时候还有那种母语歌唱比赛啊。母语歌唱比赛。对 对, 對、哦、就还有去唱。你那时候就这是你的自选曲吗？对对对。所以有伴奏吗？欸，没有没有，清唱。对，就听小朋友谁唱的好，然后选出去大比赛这样子。我没有选上了。哦，对，因为我那个金没有闭口。我小时候不知道啊。老师就这样说啊，我说啊，对，男生还说可以给你抱拍拍手这样子。哎，这个是我就给你第一名。那OK, 我慢慢有感觉到小时候的张雅纯跟是一个跟其他同学不太一样的小朋友。对。嗯，而且感觉上不是只有音乐这方面不太一样。哦，所以你的成长过程是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小孩吗？就做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自得其乐吗？哦，就是会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自得其乐啦。但也不是说非常的自由自在，我就是那种有点保守，然后希望符合，对，希望符合大人期待的那种小孩。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吗？嗯，就也会希望说，读书好啊，然后很乖啊，然后就他们也是有点传统吧，因为毕竟他们年纪就比较大，然后也有自己的烦恼啊，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他们就做很多工作，就是希望可以养家活口。嗯，是是是是。对，嗯，所以爸妈的工作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对对。那时候爸爸在做什么？那时候做很多，就是以前小时候做扛棒。哦。对，然后后来又开车。哦。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有
他就是对政治有兴趣，就加入那个彭明敏的竞选总部，然后开车。哦，对对，彭明敏竞选总部，所以是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那个时候。哦，对对嗯，对对，1996年啊，是，嗯嗯嗯，对啊，那是我跟小豪的青春啊，是你们青春，但我那时候很小，哦，所以你爸参加了竞选团，然后帮他当司机，对对，嗯，对，然后后来因为可能选举结束之后，嗯，因为我爸也不是那种文人那类的，哦，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就没有给他一个职位啊，哦，他后来就是去开旅行车啊，是，然后接送机，这样开了很多年。哦哦哦啊，真的很辛苦，常常要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对，天黑了才深夜才能回家。对对，嗯，然后我妈主要就是改衣服、裁缝这样子，做裁缝。对，嗯对对对，嗯，所以妈妈在家里面工作。对对对，嗯，她会放收音机嘛，听录音带。哦，那时候是看电视，看电视，对，他现在有手机，就是看手机的，是手机的歌仔戏，哦，对，是是是，以前都还有电视歌仔戏，对，一定要看叶青、杨丽花，对不对？对，他最喜欢叶青，嗯，因为他觉得叶青的词比较优美，这样子，哦，这样子，对，嗯嗯嗯。那后来歌仔戏有去国家剧院演啊？对，妈妈有去看吗？哦，有一次小豪老师有做一档，然后我带妈妈去，嗯，然后他就说还是看叶青好，哎，嗯，怎么会这样？哎，那个是妈妈的回忆嘛，对对，那个是无可取代的，是这不能怪小豪。对对，我妈有称赞，然后说哦，大家都很厉害，但是要亚青雄鹤。今天来宾是创作歌手张雅淳，啊，我们从他的童年开始聊起，了解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好奇，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会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一张像这个样子的专辑，然后呢，她创作的时候的乐器不是吉他，不是钢琴，而是一把乐琴。乐琴这一题，我们等一下回头来再慢慢的问她，这方面到底是怎么样学到可以用它来当成你的创作最重要的陪伴。在那之前来听一首专辑里面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大家都听过，叫丢丢当。丢丢当也是我小时候学的民谣之一，这样子，然后就是也一直很喜欢它的旋律啊，然后因为像合唱团那类也很喜欢用这个丢丢当。对对对，没错，对，然后但我后来长大之后，就是其实有接触一些其他国家民谣，然后想说，哎，其实有些年轻人会把民谣放在创作里面，嗯嗯，然后那时候刚好我也很喜欢旅行啊，然后找寻自己啊什么的，哦，对，我就把这个坐火车然后旅行的心情就放在这个创作里面。嗯嗯嗯，你说你会常常坐着火车没有特别目的的去旅行啊？对，其实大部分就是可能去找朋友啊，或是有表演这样子。哦哦，对 ，OK，OK， 所以其实是有任务的旅行，对，但是让自己的心情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啊，对，嗯，然后在这个路上坐着火车晃啊晃啊，这个旋律就晃出来了。对，嗯，因为火车真的有很多小时候回忆，因为包括刚刚讲的家里面的故事啊，对对对，那所以每次坐火车就会觉得，哎，心情很好，离开的感觉是。不管是台湾也好，是这个西方的工业国家也好，火车的普及大概是19世纪的事情啊，然后从那之后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100几十年的时间，有很多的歌谣都跟火车有关啊。每次听到这些跟火车有关的歌曲的时候，我就会听这个歌，然后想这个火车是特快车呢，还是通勤的车呢，还是蒸汽火车呢？在车上的人的心情是迫不及待想要到目的呢，还是希望他开得慢一点，像我们当兵的时候那个运兵车，我们都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到嘛，对不对？他是悠哉的在摇着的呢，还是载着焦虑的心，是要离乡呢，还是要回家？其实火车的歌有很多很多故事可以想。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张雅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住在一个岛上》，这是他的版本的丢丢当。悠悠
全不同的文化，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阿里亚九六点欢迎回到耳朵借我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的来宾是创作歌手张雅纯，还有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柯志豪小豪。我们刚听到了雅纯版本的丢丢当，这首歌的这个旋律跟节拍当然也是变成台湾人的集体记忆了啊。这个是张雅纯的作品啊。然后我们听到这张专辑的录音的音场很特别，它基本上都是用原声乐器，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感觉，带着点毛边的，他并没有要求要用电脑修到所有东西都对齐，对不对？这个是制作人的美学啦。然后你跟雅纯认识这么多年了，然后柯志豪是从来不会去做理所当然的音乐的，对，所以我们来听听制作人你怎么想象这张专辑要长成这个样子。既然你都已经让雅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对，也是啦，要负责，对，你得要负责，对不对？是。我认识雅纯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他的音乐，然后就是我想一直在想说应该来把这样的东西留下来或者可以介绍给大家，所以就一直在跟他聊说应该要怎么做啊，制作，就这样聊着聊着就过了五六年那样子，一聊就过了五六年，一聊就过了五六年，都是怪你太忙，对不对？对，柯志豪是那个中华民国最忙的音乐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啦，可是觉得这个时间花的是值得的。因为第一当然是沉淀嘛，第二其实我一直在看到他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进步，是。然后有那个触角跟理解事情跟讲故事的方法，也越来越成熟。OK， 我觉得，然后到了好像前年嘛，前年就开始比较密集一点工作，然后才开始进入关于制作的环节，然后包括选曲啊，其实他歌还蛮多的，这只是他其中一小部分的曲子那样子挑出来，对，然后就最早的想象当然就是我就想要说我住在一个岛上这件事情，对，因为雅纯有一种很奇异的旁观者的感觉，然后那种旁观者是一种好像跟时空也没有关系哦，他有点像是好像他每个时代他都要插一脚，然后就站在旁边看那样子，就像刚刚他写那个父亲的，我也会觉得说就旁边偷看人家干嘛，对，所以他其实有一种这种我觉得就透过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很多其实我们比较看不到的，或者是说他以他的温度在诠释一次的故事样貌，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跟他聊说我想说你这个一个岛上，我们其实大家都住在台湾岛上，那你如果每个人都也是一个自己的岛，那 你住在一个岛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在这个岛上如果不管时空，然后你住在一个岛上你会看到什么，这是你的发想，对对，最开始的发想就从这个出发那样子，对，然后当然讲到岛啊，然后在岛上面移动，然后因为岛有很多特性嘛，比方说你就离不开嘛，不容易离开，然后它很小，它很小的话就是山水有相逢很快，所以人也不能做太绝，就有一些这种延伸的这种想象，跟故事看法跟温度我就开始弥漫出来，所以其实就会觉得说那个温度跟那个人哦，就是那种唰唰也好，唰唰，对，就是这种怎么讲，有点刺刺，有一点不是那么冷，对，然后那种人跟人之间虽然距离很近，那个近可能也是一种摩擦，也是一种冲突，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是大概都是这些关键字把它拼凑起来，所以开始从编曲跟选曲就都往这个方向去，所以像你刚刚听到，虽然你听到很多 acoustic 的声音嘛，然后像你刚刚听这首就他没有 click， 一次就够了，就录了，是，然后他也用了很多其实还蛮特别的乐器，只是我让他的味道变得很浅，像这应该这首里面有狮拔，狮拔就是那个狮子，狮拔狮子老虎，狮子狮拔，对对，有虎拔，虎拔跟狮拔，对，狮拔什么时候会用到
就是 我知道的那个、欸、西南方的戏曲其实还蛮多会有四八的、哦、对，那那个拔的声音很特别、哦、对，然后就是 也被放在这个里面，是我们后面听到那个恰恰的声音吗？那个是嗨嘿，那是嗨嘿，对对对，它就是会有一些、哦、我把它藏在后面，对，藏在里面，就是其实都不、哦、没有要让它很鲜明、哦、对、哦、就是还是以它能讲故事为主，因为有些东西是尤其是传统符号、啊、你一旦浓了，對對對，其实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样子，没错，但我希望没有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应该都是以雅纯的世界观去长出来，是就每一首歌的故事要讲的为核心，是是是，这个像画画嘛，就是有一些颜料的色彩是特别的，对 对但你不能让颜料取代画笔，对 对然后那个就是一种有点像香料、哦、你不能给多、哦哦、对对 对你给多就完蛋了，是的，因为 它会超明显，没错没错，所以它要非常非常少，要提味、嗯、对，提味提味，但是它有，它有就会影响整个东西的味道，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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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哦、嗯、这个形象化的解释非常妙、哦、而且不没有 click， 所以录音的时候是怎么样，大家全部同步一起开干吗？没有，应该说所有的乐器都我这边处理完之后，他进来配 vocal。哦，是这样子。对。哦，所以，对对对对对，这个有难度吧？对，因为变成歌手要去跟着音乐的呼吸走，对不对？所以都用纸的啊。哦，用纸的。嗯，都用纸的。有些状况是要透过那个玻璃在 control room 用纸的。我就一个人在 control room 比手画脚。嗯嗯嗯，常常。一般来说是相反啊，是歌手要是不想听 click， 那乐手就要跟着他走。对，但这个是反过来。对，这首是反过来。哦，但你唱的，哎、欸，好像还 OK。好的，谢谢。对对对，等等，你所以你录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你在那个火车上是觉得有时候要追赶一个东西吗？还是？哦，那时候也是有点边录边学习啊、哦。对，因为后来比较录比较多次之后，才比较知道说，哎、欸，就是跟着那个气氛哦，然后也不用太强调。就是什么力气啊，怎样的？ 对，所以就让他很看能不能自然的融入里面，这样子。哦，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对，喝一点，一点嘛，他都会自备。哦，这样子是吧？好，很怕让他们的麦克风熏到味道，所以有点不好意思。喝什么呢？就是 whisky 比较多。哇，很哈扣啊！啤酒太寒了。哦，这样子，对，录音室会冷，录音室太冷了。哦，好好，暖暖身子，好好好，这个喝酒过量有碍健康。其实人生什么东西过量不是有碍健康呢？我总是觉得是。所以就这样创造了这么一首歌哦。好，歌词里面唱到的是要离开我的自傲，离开我的寂寞，要离开现在的我，要去心里的故乡。所以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到底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什么、哦、那时候也是有点像刚刚讲说想要找寻自己，就是 有点茫然啊，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啊，然后生活上很多事情就觉得还在找寻答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很多年轻人流行说、欸、我们就去其他地方旅行壮游，对，壮游一下，对对，然后就可以找到自我、啊、通常是把自我丢掉了，对对，把自我丢掉，放飞对对，有时候去那个都兰的朋友就是说你也是山师吗？山师就是失恋，然后什么失去自我，失去人生方向。山师，天啊，我今天多学到一个，我也是今天才听到，真的。山师失恋，对，失然后是失业啦，失业，失恋，失业，然后失去人生方向，失去人生方向，对，先失恋再失业，最后就只好失去人生方向。可能看多了，想说啊，又来一个山师，又来一个山师。那你怎么回答？我就说，我就一直很好笑，就把它记下来，看以后能不能用上。那好，那离开熟悉的环境，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有想通一些事情吗？就是后来就也其实也还好，就是但是有觉得说去旅行还是有帮助，因为认识朋友，对，哦、土地更认识多一点，哦、对、哦，那个倒是蛮不错的收获，对，去把自己丢到陌生的环境里面，很多本来觉得天大地大的事情，好像也不那么要紧，对啊，而且认识多了会觉得土地
就圈子又台湾岛越来越小哦哦哦，又会想要认识更多不一样不认识的人。那是那是是这样的。小浩刚刚有提到说要让雅纯的这张专辑的声音去呈现一种亲密感。一种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在这个岛上，我们都在这个小岛上。对对，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聊天，他说我们看那些像俄罗斯的小说家一写都砖头厚的书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冬天就是严寒下雪零下几十度嘛，对不对？然后春天秋天四季分明。他说你不觉得我们在岛上走一走就会掉进太平洋吗？对，真的耶，岛民还是有特殊的这种记忆。对对对对，我们的对于生活的空间感，对于这个对于土地的尺度的关照是不一样的。就再大的事，就走一下也到家了。对，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真的呢。今天的来宾是创作歌手张雅纯，他用乐琴写歌，他写台语歌，然后呢他的制作人是柯志豪，他们做出了一张非常不典型的台语专辑，但是每首歌听起来都有一种很鲜活的空气感，一种温暖的质地啊，带着台湾独有的湿度的感觉。刚跟雅纯聊到他反正小时候就对这些东西都很有兴趣，后来你是先接触到冲绳三选是不是？对对，一开始就是想说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想说日本歌我爸也喜欢嘛，那时候就先看一些日本的，发现说其实他们用民俗乐器来伴奏啊，直接就这样表演其实是很常见的。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就是在网络上问说有没有人可以教我怎么学，因为看到很多人在自学，发现可能也不难，因为也不需要懂和弦啊那些的。对，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开始就学，学会之后也就是学唱一些冲绳民谣啊，学唱一些冲绳民谣。对，然后后来想说，那自己也可以唱台湾民谣啊。你那时候怎么？你有去拜师去班上跟同学一起学吗？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台湾都是。台湾那时候是自学比较多，自学就上网找资料，对，然后看 YouTube 这样，对，然后学过人分享，学过人就可以分享，然后后来才遇到一些可能从日本回来的人，哦，对，可以去跟他们讨教。所以你的那把琴是去哪里买的？那时候是也是一个台湾人卖的这样子。对，冲绳三选，对 对, 對、然后我才后来有一次就也是去冲绳，就去他们音乐季表演这样子。你去冲绳的音乐季表演？对对对，去冲绳当地弹三弦。对对对，就弹，然后唱台湾民谣，唱台湾民谣。对，可能还蛮早期的，那时候还没有想说我就直接带乐琴去就好了。对 对, 對，你就带三弦直接去踢馆了？没有没有踢馆，不行，那边太多那种很大咖的，就 也,、是也在那边。但因为你唱台湾民谣，所以对那边的听众应该觉得很新鲜吧？对。对，就像我们要是看到恒春民谣记有一个日本人啊乐琴唱冲绳民谣，我们也会觉得蛮特别的。对对对对，所以你那时候的音乐教材从哪里找？然后你那时候都在弹什么东东啊？我那时候其实我冲绳人已经整理很多东西在网络上也可以学。对对，然后后来就说一些冲绳民谣先基础的学会之后，我就是开始想说就是弹台湾民谣弹看。对对，其实也是就知道说原来民谣这样子是什么感觉。冲绳民谣的节拍的那个规律跟思维跟我们熟悉的西方流行乐完全很不一样。对，而且他们有一点点蓝调的感觉，有点蓝调的感觉。对，然后但吟唱起来又就觉得说真的是在大海旁边才会有这样的唱法。对，就像这样子的风格。你去冲绳表演然后唱台湾民谣，那是什么样的场地？然后大概有多少人在听啊？他们就是有一个，他们以前有一个很老牌的那种也是歌手叫 Terulin 啊，然后赵乌龙柱，然后他就是在一个商店街里面开了一个乐器店，然后后来这个音乐季是他儿子就是继承他爸爸这个遗愿就继续办的。 OK， 对，然后每年都是会请很多那种我们知道的那种宇那霸彻啊，喜纳昌吉，喜纳昌吉，对，是是是，对，然后好像每年都会办，对，然后后来他们那年就想说会来，因为好像知道我。他们怎么知道你的？哦，就网络上那有些朋友有介绍啊，就说就是台湾有个雅纯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可以去唱唱看。这个世界实在太神奇了。对对对，网络上面大家串联串联串联，对对，然后他们就知道台湾有一个女孩在弹冲绳三弦。对对，然后就
邀请你过去，对 对, 對，哦，随便唱台湾民谣。你那时候唱什么歌？我那唱《茉莉花》跟白牡北波丹、啊、北波丹，对 对, 對，北波丹用冲绳三弦弹，对，然后哦，对，但发现他们其实也都听过，他们就是下来之后他们就会反问啊，然后就说啊这个民谣，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OK OK， 对，嗯嗯嗯，对，哇，好有意思哦。所以去了一趟回来应该会，然后一定也听了一大堆那边的音乐人厉害的演出、嗯、对对， 嗯, 嗯，一定是满载而归的，对，也喝醉了，也喝醉了啊，冲绳的烧酒不是开玩笑的，对啊，那年身体好好，喝醉也不会怎么样，现在就是不要在我们中年人面前讲这个、啊、对不起，真是的，小豪现在应该也不行了吧，我不行，他从来没有再喝啦我跟不上你啦，清醒的完全不可能，对，理智好的，今天我们跟张雅淳在聊他的音乐人生啊，我觉得他的整个过程实在太有意思了啊，而且对，你刚一开始说一个关键词是出社会之后就可以做自己真心真的很想做的事情，对、哦、那你那个同时你有去比方说上班赚薪水吗？啊、哦、有，我就是那时候在当 OL 啊，当 OL 对、哦、所以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一开始也是做电影的工作，影展相关的 哦, 对对哦 OK OK， 那也做很多年、嗯、就是后来这几年才辞职变自由业斜杠这样子，哦，所以其实也都是跟气味相投的人搅和在一起啦，对对对对至于怎么样会拿起了乐琴呢，这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从三弦变成弹乐琴应该是跟小豪有一些关系，对不对？是，嗯，对对，嗯，那时候就是后来有一天小豪就说小豪老师就跟我说，就说：“哎，你为什么就干脆不弹乐琴呢？因为你做的这些歌其实也都是台湾的相关的故事啊。那、我想想也对啊，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后来就是后来就开始学乐琴这样子，对对，弄了一把三条弦的乐琴，对对，而且弄了一把三条弦的，对，哪里弄来三条弦的乐琴？陈明章老师。”啊，这应该说什么呢？交到坏长辈吗？这个陈明章是他是自成一路自己发明，然后世界上也只有他能够用他的方式去理解那个音乐、啊、对，没错，对，然后第一把就从那里拿，对啊，已经开始，不过没关系啦，既然认识了柯志豪，这注定就是会走上非典型的道路、所以无所谓啦，两条弦三条弦尽在啦，弹就是了，是，弹就是了，所以一开始弹乐琴跟三弦当然是不一样的逻辑跟不一样的音色嘛，对对对，那、你的教材要怎么办呢？后来也是先自己先摸索了一阵子，但也有去找陈明章老师上课过，哦，对，然后后来我这几年有就是找那个杨秀清老师学这样。你直接去找杨秀清老师学？对对，今年去年，对、哦、去年的时候、哦、对，哇，好好奇哦，跟杨老师上课是什么情形？哦，就是说因为老师不是那种说哎、给你一个教材啊，然后你这边看的，嘿嘿，当然当然，对，老师比较就是口传心授，对对对对，但其实我也有一点点习惯口传心授，因为以前学冲绳三弦、我后来就是觉得我后来就是学着不用去看谱，因为想说古早都这样子嘛、对，然后后来老师就是很有耐心，口传心授其实比较是需要师傅的耐心，哦，这样子，对，哦，怎么说怎么说，就是他可能你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听一次就记住啊，嗯，然后就会一直重复，然后重复到你弹对为止这样子，嗯，对对，嗯，对，但后来我反而想说我很笨，这样一堂只学了一个调，哦，后来发现哎、我好像老师还可以，对，老师好像有点称赞我，老师还蛮开心的，对的，孺子可教，老师很喜欢他，老师很喜欢他，哦，老师很喜欢他。好好奇，因为我们看杨秀清老师的演出觉得他是一个好可爱的前辈嘛，嗯，对，然后不知道他当老师教徒弟会不会一反那个我们看到他的样子，变成一个严师，然后有传承的使命感，然后对学不会就很生气这样，用竹条打我，用竹条打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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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蛮和气的，对对，而且他有时候就是弹会了，老师就说啊，那有个好厉害 OK 啊，哈哈哈哈，你在跟我一起应该是真欢喜啦，对啊，就是、啊没啦，我不敢啦，真的，啊，果然是老灵魂啊、跟长辈都很聊得来，没有，我也会紧张啊，我其实很怕生这样子。
哦，对对、嗯。但是在一旦音乐开始弹起来的时候，紧张就可以放下了，对对，就进入音乐的世界了。对，你跟陈明章也学过乐器，对，但很短期，比较一开始的时候。嗯、是，我也蛮难想象陈明章当老师的时候什么状态。嗯，对。对他两个老师真的不太一样，应该是蛮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嗯，对。好，你会怎么形容他们的不一样？就陈老师就是自走，嗯，自走他就自己一直往前去。对。然后杨老师因为看不见，所以他就会他就不动，他就在那边等你，差不多这个意思，你懂的，是吧？小芳老师好会形容哦，你觉得呢？哎，老师好会形容，对。OK。非常形象，真的，而且好像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陈明章最近都在忙制琴这件事情，对，然后他最近做了一把乐琴吉他，六条弦的乐琴出来，然后他，我觉得是陈明章他大半生的想法浓缩在那把琴里面，要弹出他心目中的属于台湾的湿度跟海洋的气味的那个音色、嗯、哦，我还蛮期待的，对，我还没有看到真的那个东西，我也没有看到，对对对，还蛮好奇的、嗯、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台湾的灰金钩，敢不是这样说，灰金钩，灰金钩就是萤火虫嘛，对对 对, 對、哦，就是一开始其实很一开始是就是照他原本的这个，他是一个郭志渊老师，他就是重新编曲重新创作，是根据台湾那个灰金钩的童谣创作的一首歌，那一开始他也是比较传统的歌词，就是有对仗啊，然后就说阿姆达阿姆达金众母一郎，然后的那种热闹场面，对，然后是后来想说，哎，我们找个就是艺硕百合花艺硕来合影，百合花的艺硕，对，是，结果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就跟我说，哎，他觉得歌词可以就是有符合现代的思想这样子哦， oh. 对，然后他就把它改编成有点环保的感觉，是，对，是一下子变成这个社会写实主义，对对。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百合花的艺硕跟张雅纯合唱并且共同创作的这首歌曲《灰金钩》，这个是属于21世纪的这个社会写实的版本。来吃茶，茶香香，果子红，红大金，做媒人，做大位，做大房，大房来开你，你房来开阳，拍路拍鼓传新娘。来吃水，水臭臭，酷酷扫，扫几步是翘翘，为怎样来研究？有人臭大手，搁有人太工手，太低太高穿新
朵借我。马世芳制作主持。这首歌叫做《七月半》，台语要怎么说？七月半，七月半，七月也蛮帅啦。七月半，七月半，嘿嘿，七月半，好，这是来自，好，开始，没错，七月半。另外一种念法是七月半，七月半，哦，好，没有，我要多练习，你们要那个帮我的忙，对。来自张雅成的新专辑《我住在一个岛上》，哇，大地几嘞都想，哎，嗯，没错。哦，我住在一个岛屿顶，哦，赞赞赞，哦，好，好了好了，那个要多练习嘛，是吧？很棒很棒。
这首歌也很可爱，写的是罗东的温泉。对，罗东的温泉有什么故事？哦，就是我以前读到一个故事，说以前因为罗东有那个林场啊、哦，对对对，所以很多商人就是也要在那边做生意啊，木材的商人。嗯，然后因为要做生意，就可能需要喝酒，然后可能有杂货在旁边更好这样。对对对，那以前有个巷子，他们那边叫康乐巷，康乐巷，对，有很多这种酒家，很嗨。对对，然后就觉得哦，这故事很有趣耶，然后就又一直记着。嗯，对对，嗯、然后对对，然后是有一次我去有一次也是去花莲表演的时候，在海边啊，遇到台风啊、下雨什么的。我想说，哎、欸，怎么就大家还在那边很高兴，那么没有怕，我都一直要逃了。就想忽然想到，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七月半，我就想到气鬼蹦啊，嗯，在西瓜这句话，然后回去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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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回去后来把写了副歌，然后后来小豪老师说，你可以加上一些故事，然后场景的，然后就想到，哎、欸，罗东这些故事，就声色的，我就对，哦，对，小豪看到这就兴奋了，对对对。这不就小豪喜欢的嘛？对吧？没有，那时候我不知道小豪老师喜欢呢、欸。哦，这样子。对啊，很单纯。OK， 所以小豪给你的建议，你就把它添加进去一些角色跟故事。对，對嗯，所以歌词写非常有趣，就变成有点魔幻的感觉。真的呢。哦，七月半这个，早知道你也会来的话，七月半是不是要去康乐巷？红男绿女妖魔鬼怪有的没的老人少年拢总来大家都来了哦、喔。这首歌的音乐的部分听起来也是很舒服的、嗯、也是一个摇晃的感觉的声音、嗯、小花爸爸们也介绍一下参与这张专辑录制的乐手个个也都是高手哦、喔、乐手有康楚嘛对不对哦对对对、哦、他叫吴康球啦所以我都叫他康楚就是嗨喜喜的嗨喜喜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对艺硕嗯对，对，然后有小个，嗯对，然后有达哥，嗯，然后有黄培玉，大概就是我身边这些比较，对，可怜就被我凹的朋友。但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对的，而且也都知道怎么样在非惯性功法的前提之下啊，对对对对，对不对？因为这种工作经验其实。也是我应该是浩克时期的留下来的阴影吧，浩克乐队，对，所以其实大家也比较习惯吧，嗯 嗯, 嗯，就是会有这种工作步调、啊，就可能不只是在说那个流程上，甚至就是可能开了录音室之后就开始一直聊天，也没有干嘛了，就老人家的泡茶时间的那种。就像你们这些乐手老师都在泡茶聊天，然后把歌手晾在旁边这样。幸好后来都单独call我。OK OK OK， 后来都单独call你，怕你受不了，你就不用陪他们泡茶了。雅晨，你自己这些歌啊，在经过制作人的编曲，甚至有时候乐手都全部录完了，你听到 backing。你就发现，哎、欸，我的歌怎么长成这样了？真的有时候会这样吗？有时候很蛮感动的。嗯对嗯，因为可能因为我用这种民俗乐器，单纯这样子，嗯、有时候想象的就只是、嗯啊、可能就长这样子，然后加一点小小的 baking、嗯。是对，可能我就是觉得加上老师们编曲之后很史诗哦，epic 嘛，对啊，对他来讲什么都很厚啦，对对，他只有一把乐琴啊，对对，真的没有很厚，好不好？对，对我来说什么都好厚，加了两个什么都，多于两件以上的都是 epic， 对，对对，但我觉得整个情景都被带出来，嗯，可能一开始想到的会。稍微比较、嗯、就是可能比较印象新的感觉、嗯、对对对，然后加上这些之后就整个场景都出来，整个画面感这样、嗯、是我是蛮视觉的人，对对，很视觉的人，对，是刚提到那个柯志豪的斜杠人生，其实柯志豪应该要其实你的那些极短片那个都应该可以出书的，对耶，是，对，很厉害的，是，嗯对，然后他柯志豪是这个关键词要搜寻什么才能读到哦，转行不如转身，转行不如转身 哦，这是柯志豪的部落格的标题，对对对，也是好像吹音乐上其实有个专栏啊，吹音乐上但我都没有交稿，反正已经累积了很多极短篇了，听众朋友我今天顺便帮他广告一下，谢谢老板，对，而且我觉得出版社看到一定会很想帮你出书，有人来问过了，有人来问过了是吧，对啊，但好像听说出了就不能给大家看了，真的吗？就不能放网络上啊！哦，对啊，就、哦、嗯，没关系，你就继续写新的啊！好好好，对不对？有道理，有道理，对啊。
你太忙了啦，你这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真的好，一起玩。谢谢老板。柯志豪的那些三色星的极短片实在太厉害了，太妙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教坏小孩啊！哎呀，天啊！好，好，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下了节目再继续讨论。我们回来聊张雅纯的这个音乐人生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小豪让雅纯决定要开始弹乐器，对，而且一开始给你把三弦的乐器，对对对。后来你是怎么样慢慢摸出比较好的学习的方式？了解，其实一开始小豪是二弦跟三弦都给他，两把都给你，对对，哇 ，OK， 寄予厚望哦，对。那家里放不下了。对，但我后来有点摸索出，因为可能跟我创作的也有点关系，然后我也有学南管，然后发现说，有时候我会想要，就是那种感觉有点，可能两弦的我就有一点点不习惯了，可能放在我创作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点不习惯。那三弦的有时候会比较能表达出想要的感觉。对对，然后有时候因为乐琴它其实习惯就练那个那个怎么讲啊？秋楼。对，秋楼嘛。对，有个秋楼，然后它还习惯就是可能后面会跑一些延音啊，可能因为曲子就是这样子。对，那可能因为我的一些创作喜欢说就是有一个可能比较点的感觉啊什么的，反正我就是觉得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样子，对，后来就比较习惯弹三弦的。对，因为其实拨弦乐器很多东西在一起其实蛮不好处理的，像你刚现在听这个有吉他还有 bass 还有三弦，对，所以其实他我有发现就是他在两条弦的乐琴的状况下面，其实就会比较回到传统乐琴的样貌。可是那个传统乐琴样貌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唠叨了。对，所以其实我后来也蛮鼓励他，因为他自己摸索也好像也上手习惯是三条弦。是。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在整个市场上看起来也蛮独特的。对，所以其实我也就蛮鼓励他往这个方向去走。其实音乐的世界里面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绝对的可以或不可以，你只要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弹起来听起来它就是合理的了。没错。那在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会很好奇就是张雅纯弹乐琴的时候是什么状况，然后刚好在他的那个脸书上面有他自己录的他弹乐琴自弹自唱的那个影片。而且他唱的是台湾第一位流行歌手纯纯留下来的歌，这首歌叫做《观月花鼓》，这个台语要怎么念啊？观月回购吗？观月回购。OK， 1930年代的歌，这就是一把三弦的乐器。歌曲啊，虽然说是台湾的流行乐的洪荒时代，他们还残留的很多，比方说跟戏曲的连接，比方说跟传统歌谣的连接，那个年代很多歌是没有副歌的，对不对？所以雅纯那时候是怎么样会听到这首歌？就是有个计划是台北1932嘛，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修复很多歌放上去，是，对，然后很多我自己以前也没听到过啊，然后就觉得既然我也叫纯纯，我可以学一下，那时候就很高兴，赶快弹，因为中秋节这样子，因为刚好是中秋节，对，他们也刚好抛出来，是，所以这首歌就在回味了80年之后，对，再次在张雅纯的手上复活。
对啊，虽然说这种两条弦或三条弦共振的拨弦乐器在整个亚洲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乐琴的音色弹出来就是不一样，就是有一种台湾的味道。这一把乐琴是小豪当年给你的那把吗？对，就是这一把。对，所以一直就用这一把，一直用到现在。对，哦，所以是陈明章用过的那把。嗯，哦，就是他。嗯，好、嗯哦、好好好好好，他听到就会来要回去了。啊，因为有一些裂痕了。不会不会不会，陈明章老师啊，中塞啊，手上应该还有很多把啦。哦，哎，比较劲啊，这是真的，是吧？他现在专心都在想他的那个六弦乐琴。嗯，对，他最近应该都在测试他的六弦乐琴。对。對，我们下次再来好好访问一下中塞，研究一下这几年对于这个包括海洋吉他啦，包括他的乐琴吉他啦，对不对、嗯哦、他的整个的这个美学系统。对，哇，真的是老当益壮，哎，了不起，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雅淳刚跟我们聊到学乐琴弹乐琴，最后变成主要用乐琴来创作、哦、然后其实你的歌啊在结构上也不见得都走所谓传统流行乐的样子啊、嗯、有时候就是笔随意走，也不一定非要有副歌不可嘛、嗯、对，有时候就像一篇散文一样也是可以的。对对、嗯、对不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也蛮喜欢写字，想说有一点追求文字上的就是优美这样子。文字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用写的跟我们把它唱出来是两回事。对，尤其是台语的声韵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一些、啊、对、哦、所以这一题你是怎么去、哦、去处理的？我其实也没有说很拿得很高分，因为像一些声韵啊什么都导致这种问题。哦，对，我也没有说完全都顾到。哦，但有时候就觉得说，哎，台语其实也不是说都是写家常事，有时候也可以就是写一些这种有点魔幻啊想象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可以结构也可以去追求一下这样子。是啊是啊是啊，我们当然听这张专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既不是我们现在习惯听到的流行歌曲的样子、嗯、它也不是那种比方说标榜某一种乡土情怀会长成另外一种样子、嗯、因为跟小豪合作他就不会做成那个样子、嗯、尤其来参与的这些音乐人、嗯、对，尤其你看还有小小个也来了，你们三生现役的三分之二都来了。 对，真的三分之二。所以它势必会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嗯、那我就很好奇了，雅淳，你听当代的流行歌曲吗？哦，对，我也蛮常听的。哦，所以你喜欢的佩服的同时代的音乐人有哪些人？台湾的吗？都可以啊。因为我比较常听日本的。哦，就比较喜欢像女王风啊。哦哦，就比较流行的啦。流行的，对，其实比较喜歡、哦、常听流行的，但也很常听、哦像他们现在也一样是会听他们现在冲绳的年轻人做的。哦，当代的冲绳年轻人的作品。对 对，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借鉴、哦、借鉴。对，因为他们对传统乐器的流行，他们没有说哎，我就是标榜我就是一个有结合传统音乐什么的，他们就是很自然就放在里面。那是那是，对，想说我们以后也许会变这样子。对，我访问过很多现在年轻世代，比方说30岁上下的世代，在处理母语歌谣的创作的时候，不管是客家也好，福佬也好，原住民也好，都一方面要重新熟悉这个语言，二方面是我们要尝试用这个母语去描述当代的现在的生活状态、哦、现在的社会经验、嗯、对不 对、嗯、而不是说一开口唱母语就都是阿公阿嬷时代的事情、哦、真的，这是一题啊。那或者像百合花他们就直接把这一题也放到一边去、啊、对对对，去追求那个语言上面的趣味，声韵上面的趣味。对啊，我很开心我看到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面对这一题、嗯、对啊。我想雅淳用自己的方式在面对这一题啊，真的哦。刚讲到写歌词这件事情，我知道在你出版这张专辑之前，也是因为小豪的关系，你是先以作词人的身份发表了几首作品。 哦，对，其中包括之前小豪来我们的节目，作为这个台湾最忙碌的音乐制作人，当时有介绍过那个时候正在进行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首是后来放在《雪观音》电影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满树翠碧》，满树翠碧啊。这首歌是小豪跟巴奈一起合作的作品，然后这首歌的歌词
就是雅纯写的。是，这个任务当初交办下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哦，当初也是很，我本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学南管刚学，然后有点受歌词影响，然后就是读了一些很多的词啊，南管的歌词。对，然后后来我就写了这个满树翠笔，原本是想说可以自己创作，后来小豪是觉得很适合学观音，对，然后就变成像就像起来这个样子这样子。哦，就是本来你要留给自己的专辑用的啊，没关系啦。对，小豪当初听到最早的这首歌的样子是什么？最早的样子哦，对啊，就好难形容哦。其实是先看到词啦。哦，我觉得我看到词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喜欢，而且这个词。写观音里面的词好像只有一半，对不对？对对，其实还有另外一半，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不会回到专辑。哦，不，没关系。南管的词对你来说比较多的启发跟影响是什么？哦，那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南管的词它没有说，可能因为他们古时候使用的环境啊，或是那时候用法，就没有我想象中的说，就一定长什么样子，台语的词一定长什么样子。Oh. Oh, oh, oh. 然后他们有些很优美啊，那也许 有时候也 有一点点口语这样子。Oh, oh, oh.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就想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我把哪些字用进去，其他都有他的以前用过的念法。Oh. 对，也有大家有都唱过像这样的情境。是是，那也许有一点点复古发思古之幽情的感觉这样子。对，我想让雅纯用台语念给我们听，是可以的吗？可以可以，我想回想一下。早起早起满树翠碧，无时随风吹落地，不归根即汤钱，提扫帚扫路后，火烧化灯烟，分得我珠泪淋漓。哇，所以当初小豪是看到这个词，你就很有感觉了。对，因为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他就在讲早上起来扫地吧，对，就是一个扫，其实只是一个扫地而已。是，对，但他其实给我一种感觉，就好像你可能做了什么梦，你忘了，或者是你人生已经换了一个篇幅，然后你忘了。然后所以你就在做一个日常的事，扫地那样子，所以我就把它编成这样，就觉得还蛮适合这个电影，这么厚重的电影，然后来到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翻篇，人生刷 reset， 然后忘记了那样子，这词确实是厉害，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典型的东西，所以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让这样的文字安放的声音，真的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我不知道当初雅纯写出这样的歌词，你本来想象中这个歌要怎么唱它？那时候想象的也是想说比较可能比较舒缓，有点参考南管风格，可能会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对。但我发现说巴奈唱之后，他就没有拘泥于可能会我们会想象说可能有一点点传统唱法，他就是完全以他个人的灵魂啊心境去唱这样子。对，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巴奈演唱的版本《学观音电原声带》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满树翠笔》。
间，这个好 intense 哦，这首歌再听一次还是很 intense。 这个刚小孩一边在听一边说，这个在录的过程啊，所有参与的音乐人都要能够沉得住气哦。对，真的哦，要很，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难，我觉得难管也是像这样，难管也是很沉得住气，很慢很慢很稳定这样子。一旦慢到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个东西的沉重的那个力量，对，就自然而然会出现了。这首歌来自《血观音》的电影主题曲，也是张雅纯他写的一个很特别的歌词啊、然后小豪在制作的时候特别让巴奈的声音是镶嵌在那个音乐里面的。你没有让他整个的涂出来。对，特别没有把它混大声啊，对对对，是特别的。因为电影你知道还有台词在走，是这个都是实物上面的，对，实物上面考量是也有。关于血观音的电影原声带，这是另外一题了哦。那个有机会跟小豪再多聊一些。好啊不过你做完这个电影的配乐的 case 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我自己有什么收获？我觉得就需要放一个长假，因为这个电影太多符号了。然后因为要跟那个雅哲，对，要跟他对抗，所以音乐上符号设计也是非常痛苦。杨雅哲是一个对音乐有很多意见的导演，也还好，但是就是说，因为他的电影符号很多，所以我的音乐也都要考量这些符号的事情。OK， 就应该是在这个环节上面是最辛苦的。不过最后辛苦的结果是很值得的。对啊，我自己很喜欢。聊到张雅纯写的歌词啊、雅纯有一个歌叫做《星月无边》，这个、这个怎么也知道？对啊，你们自己的介绍都有写到、真的、对啊，《星月无边》台语怎么说？车挂无边，星月无边。这个案子有趣。对。这个要从哪里开始说起？这个是一个电玩的案子，然后这个电玩叫打鬼。打鬼。对，它是台湾，就是台湾完全在台湾做的了，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他是在讲一个小孩，然后因他是孤儿，然后被庙收养，然后他为了要寻找他的家庭，就是、然后所以他就、回到以前的村庄那样子。大概故事是这样。了解。所以他是一个第三人称的 RPG 游戏。对，他是一个对，也可以对战那样子。OK， 对，然后他的整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50年代的台湾。对，感觉就很适合三生现役。对，所以就我找的成员里面的成员，你看也知道，就三生现役啊，血肉果汁机啊，雅纯，然后百合花、是，台湾的电玩公司也是可以有这样的空间的。对，让你们大干一票。他们对，算是给我们很大空间，我觉得是，而且现在我们在做第二集了，已经在做第二集了，太好了，可见这个前面的这个实验是有重。他们觉得有重那样子。好，打鬼这个游戏的原声带。那么这首歌《星月无边》，七鬼七七七七鬼无边，七鬼七鬼无边，七鬼无边，也可以七鬼啦，七鬼无边也是可以。是这首歌，雅纯的词是最先出现呢，还是音乐都弄得差不多了再交给你？词先出现。对，我先写词。你好像总是会先给词。对，然后就是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先写了词这样子。对，他这个跟做电影原声带应该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对，其实也有点像。
对，所以它在游戏里面要放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对对对对对，因为游戏其实跟电影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电影的部分，但是它有些部分是电影没有的，比方说它有些是要在玩的过程，在对战的嘛，然后有些是有那个叫什么有动画的，那就比较像电影，对，那这个其实是放在动画上面。其实现在台湾自制的游戏越来越厉害，题材越来越多元，对，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的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对，而且就是越来越肯尝试不一样的可能性，这种结合台湾自己的本地历史的元素的游戏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然后对，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也是雅纯参与创作的，跟他个人专辑风格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作品。所以你那时候听到这首歌最后变成这样，你是什么感想？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很 epic 啊，哇，我弄的都很 epic 是这样。但对，但老师这是小豪老师唱的嘛？对啊，对，就觉得有一种沧桑都有出爱意生生。这是小豪的歌声。
这首歌叫做《心内事无人知》，心内事无人知啊，来自张雅纯最近发行的这张专辑《我住在一个岛上》，我住在一个岛上，我住在一个岛书店。好啦，这首歌，我想听众朋友听起来觉得，嗯，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首歌的感觉，但它怎么变成了我好像不太认识的样子？哦、对。这首歌的比较有名的版本是1977年凤飞飞演唱的版本啊，但是这个雅纯的改编版本经过柯志豪的巧手制作之后，对，变成了非常有趣的一个样子。婆妈戏，婆妈戏，婆妈戏是怎样？刚刚听到很多有趣的细节，包括中间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对，对对对，好，所以是什么情形啊？首先要问雅纯这首歌。是选择翻唱这首歌的想法哦，这个也是那个郭志远老师的作品，这样子。郭志远作曲，周天旺作词，哦，都是台语歌谣史上的巨人呐，啊。对对，嗯，对。那时候应该是希望说可以多让大家认识这位台湾很重要的作曲家，特别喜欢郭志远老师，特别喜欢郭志远老师。好好好，他古典的也是可以像，或者像刚刚民谣，然后或者像现在这个流行的，嗯，对，那都有这样的，对，非常强大的一个老师，真的，对不对？然后可能那时候我还是少女，哦，然后所以小豪老师觉得我，哎，我来唱这首歌，应该也哈，是这样吗？现在不是吗？现在不是熟女了，哦，我反正也是少女啦，在我们眼里你都是少女，哦，对不起，对，我又冒犯两位。小豪，说说你当时制作这首歌的想法好了。嗯，当然，郭志远老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嗯，对，因为我本来就觉得郭志远老师很棒，然后应该希望有好多人可以认识他那样，是，就是这样的，啊。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歌其实是太可爱了，嗯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嗯，因为她自己说有两个男生在追她，是哇，光这个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就说哇，一个有好英俊哦，嗯，然后一个又有才华又有钱，然后对对对，我要选谁呢？就是有一种这种，你知道是。嗯，不管是真的假的，都是自夸。嗯嗯嗯，对对对，我觉得好可爱。但我拿给我妈听，她说她那时候也是这样，有两个人在追她。那你相信吗？我相信，我常在讲，因为另外一个很有钱，他叫万坦嘛。对哈，对哈，妈妈通常会讲的话都是当初没有选那个有钱的，但是当初选那个有钱的，起码就没得讲啊。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是凤飞飞1977年录音的版本，这首歌的原唱是丁带，但是真正把这首歌唱红的是凤飞飞。凤飞飞1977年发行了台湾民谣的专辑，他也是在那个年代非常少见的那么红的巨星，然后呢愿意用用心的编曲重新演唱这些台湾前辈的作品。心内事情也是无人知，心内的事无人通知影，对阮求爱，当是两个兄。麻烦麻烦，太抢手。对对对。一个对着事业真打拼，一个
永存有气有名声。这个怎么是好啊？两个拢是真情对待阮，懵懂雨对滴滴的浪滚哦。门当户对，两个又都很真情哦。让阮心内想着有矛盾，应该怎样心肝乱纷纷。这实在是，真的是很可爱，真的很棒。好，到了雅纯这边的版本，你把节奏整个加快了，对，然后放了一些很有趣的在节拍上面的巧思，对，那包括那个拍掌的声音，对，他出现的时候呼烟在前，呼烟在后，对，他就是要有一种大家来凑热闹，大家来凑热闹，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啊，就是一个女孩子讲这个，其实应该就是旁边很多人会在听，哦，不管是侧耳偷听还是真的在听，哦，是这样子，所以雅纯，你自己唱的版本放给你妈妈听，对，嗯，然后她有什么样的评语吗？她就是说，就她以前有两个人在追她。他完全没有讨，他没有被讨论音乐，没有，就是啊，我卡在嘛是有两个，啊，这是就有钱啊，啊，起码没胡啊，没胡，你拢只大汉，对啊，你哪会歪去探钱过来唱歌？伯母也是蛮可爱的。好的，因为这首歌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郭志远先生这位非常厉害的作曲家。对，哇，那个时候的音乐人手背曲超强的，周天旺老师手背曲也超强的，对，真的什么产量又大，产量又大，哦，那个年代真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史的宝藏哦，各位同学啊，哦，所以要跟雅纯说声谢谢啊，让我们再重新体会一下这首，对，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作品。谢谢各位老师。好，我们今天就一首一首往下播哈，接下来放到这首歌叫做《指甲花》，指甲花台语怎么说？啊，金嘎灰，金嘎，对，金嘎灰，金嘎灰。我们先听歌，听完歌回来再说。好。这首歌好听死了，
对，我想雅纯最早写这首歌，你就习惯用乐器自弹自唱啊，所以这首歌最早长什么样子？最早是对，就是自弹自唱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有一点加上一点点。就是他就是没有像乐琴就可能练很长这样子，他就是有点像有点像吉他的感觉这样子，弹这个民谣，对。但整个编完之后层次变得好丰富啊，真的。然后那个中间那些乐器的一层这样叠上来，好漂亮啊。哎，小豪老师，这首歌编得很棒。哎，真的吗？没有吧啊我自己那个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一种擅长的感觉，擅长的感觉哦，对，哦，每次表演都是 ending 唱的，他都 ending 唱这首歌，放在最后的时候唱这首歌，尴尬会，那其实也没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攻击性强的编曲，就是比较没有的，嗯，完全就是擅长，对，但是这首歌其实它不长。它的元素也没有特别的满，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小品式的东西，它其实格局是有拉开来的，对啊，聆听上面的格局是有拉开来的，功夫，火候火候，哇，希望你以后有机会跟 NSO 没有乱讲，谢谢这个机会，可以哦，这张新专辑总共有七首歌啊，我们接下来就要放这张专辑的收尾曲，这首歌叫做新装，就是新化好的装叫新装，新要合口吗？新增，好，这首歌也是一个有着很清楚的画面跟情节的感觉的歌，这首歌就是原本就是在讲新庄老街，然后有点双关语，就是 OK 这个新庄跟那个新庄，对，那时候就觉得新庄有很多很老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写了这个歌这样子。新庄跟雅纯的生活的渊源是什么？就是我后来是高中的时候搬到新庄去，那时候新庄已经是有点工业区的感觉了，对啊，我想说啊，搬来这边感觉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后来才知道说，新庄是很古老的一个小城市，是的，对，然后就才去知道它的历史，然后去拜访，对，然后就是有一天黄昏，就是走在新庄街，然后就想到日暮新庄街，然后一个缓缓老狗这样在走路，这样子，然后就写下这歌词，看着这歌词的时候，想到的那个画面，感觉好像回到日治时代的那种风情。对，对。然后像以前日治时代之前和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戏馆巷，就新庄很多戏馆，是。然后就看到那边，其实已经没什么东西，但有很多就花草长在里面，是。然后就有这样的画面，所以才会说，约在百年戏馆巷，已经是花生草漫。但是还是很想听你在这里唱情歌，是这个，对，我要说的是雅纯的词确实是写出了别人写不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这种意象，是非常非常让我佩服的，我很喜欢，谢谢。那么今天就以这首《新增》作为我们节目的结束曲啊，要再次谢谢制作人柯志豪，谢谢，谢谢创作歌手张雅纯，谢谢，这是位非常不一样的奇女子，我们要密切注意这个名字，密切关注她接下来的作品。听说口袋里还有很多歌还没发表，是吧？对，然后还在持续不断的继续创作，对不对？是，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希望小豪在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或者就算是百忙之中，也还是要继续帮我们创造一些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好音乐。好，没问题，谢谢。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耳朵借我》，我是马世芳，我们就下回再见喽，拜拜。